家长会受证典礼啊，以及我们今天也有还有进士哦活动。那我们的典礼开始，陈进士会长，掌声欢迎陈进士会长。啊，所有的家那个常务还有各位委员，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会的各位啊，非常多家长会的各位，那个大家晚安。我们学校的北京国中家长会是今年有很多生意接近进来，新年组的生意接近来。那我们北京国中在我们徐吉春徐校长的领导之下，校长也得了我们的全国的师铎奖，好，得了师铎奖。那我们的家长会跟学校的密切配合，然后还有学校各处室的活动的赞助之下，那我们的北京的校务真的是蒸蒸日上，好，蒸蒸日上。那当然等一下我们有什么家长会，但还有下午大家排团体照顾的，会跟大家就是在引导，因为我们家长会哦，大家都举龙头相很忙。那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大家都聚在一起，还有所有的荣誉会长、荣誉副会长都在这里，我们等一下会有时间拍大合照。好，那我们在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用餐愉快，谢谢。非常感谢我们连任的我们家长会长陈富成会长。我们北京国中我们的徐校长，校长哦，你们铁够也了哦。啊，会长还有啊，会长夫人还有会长回丢吧，回丢你们会长的爸爸妈妈啊，还有各位我们家长会的荣誉会长副会长啊，我们还有荣誉副会长，等于我都给一个特殊的一个字编制哦。那我们常委、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啊校友会的啊这个创会会长、会长，还有所有的监事，哎 ，hello， 啊，还有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衣食父母们，啊衣食父母们，我们仁美的校长，啊松竹的校长啊会长，啊。人美的，还有我们的四维的校长跟我们的会长，啊，啊，我们的长官到了，庄朱东，啊，我们的朱东，我们的朱东雪，贵宾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所有的老师，这个全部都老师们的功劳，真的，全部都老师们的功劳，在所有老师们的一个努力耕耘之下。努力付出之下，老实讲，我们已经把教育界所有的大奖都得光了。从106年到现在是零中错、零春晖、零霸凌。我们的校务评鉴啊，是同就我一样同一起沦为特优的亮点学校，然后又是领导卓越学校，又是属于师铎奖的。然后我们教学方面呢、啊，是台中市教学卓越第一名的，然后机器人的发想基地给台中市长。那北新国中其中已经大家很骄傲的是，我们从104开始，你们是我们104年开始啊，我们已经是全校所有小朋友都可以上机器人课，所有的小朋友。连母亲看电影，连母亲那个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各位。当人家不想去看后面的学生的时候，我们老早已经把所有的学生的成绩通通有往上拉起来了。而这个全部的功劳，全部的功劳，就是我们北新国中的家长会。段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特别哈，历年我们北新国中
啊，这是咱的我们北京国中的光荣哦，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教育界哈、哦，我们大家长彭务员彭局长，掌声欢迎。好、哦，接下来搞一个，听我的话，话术哦，接下来搞一个，听我，哎，我先听你，啊，我们的局长。感谢北京国中，还有我们今天家长会长啊，交接的大局长。那陈会长，谁是陈会长？谢谢。哎，啊，陈会长，在多次的有关教育的场合一直邀约啊，我觉得陈会长就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那跟新国中一样，这么的棒，这么的精彩，所以特别、啊、谢谢谢谢，因为我们陈会长爸爸妈妈，哎，好。那一方面啊，北新国中，这么多年来，我都一直有参加相关的活动，包含去年的学习成功，啊、哦，那然后相关的补救教学，还有机器人教育。以及校长得到师铎奖哈，哎，掌声啊！啊，恭喜我们的局长来。那这些我们局里面的所有同仁啊，一直跟我讲，北新国中表现得这么杰出，那希望我在很多的场合一方面能够代表局里面表达对北新国中这么认真的付出啊，表达大家的支持跟肯定，同时。也对陈会长啊，能够花费这么多的心力啊，愿意来帮北新国中继续提升跟向上，那特别特别也代表市长来恭祝我们北新的发展持续再造高峰。二方面也感谢我们会长跟会长的家庭，像这么支持，几乎全员都来了，显见不仅对会长支持，也对教育的。支持啊！所以我们为这么家庭，这么为教育付出的家庭，给他一个热情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各位，真的很感谢，由衷的感谢。根据这么多北新的好表现，一直说他今天也要来一下啊、哦。一方面感谢校长的付出，跟这么多市场的努力；二方面也感念我们会长一直带领着诸多的我们会员干部，还有我们的家委会，持续的为北新付出心力，甚至很多是付出资源。所以代表市长，一方面感谢，二方面对北新的投资，刚才已经讲了。我希望在最近的时候，如果校长对于不管是剩下这还有两个月，或是新年将要开始，您就尽管提出北新发展的计划，我们来支持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觉得给北新充足的资源，北新一定会把自己的责任奉献到最高点，一定会像这几年继续为北新的孩子找到。每一个孩子都有成就，每一个家长都信赖，我们愿意继续投资北京，给北京最大的支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教育局大家长，我们的唐局长，谢谢。好，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我们局长啊、哦，感谢我们局长对我们北京的疼爱啊、哦、啊，谢谢。你们说你想去迎接市长，那请我来，谢谢，谢谢啊！会长的证书就由我们的局长哦，颁给我们陈志，我就进去了。非常恭敬的来颁发这个连任证书，谢谢谢谢。来，摄影师。啊，这是我们北新国中要颁给我们的陈志成会长。
啊，是不是如我们的诶，旁边来的没有？没有，还有我们副的我们那个长官。徐校长哈，啊，马西安徐博士啊，哈，非常简单，一直喜欢国小的同学啊，哈，他在班上啊，哈，拢伊伫班上都有模范生呢，伊都是跟排球队，哎，有样有样有样，对，跟校长讲比啊，你看，非常优秀啊，哈，他尤其是他来担任我们北新国中的啊家长会长，全力配合。啊，让徐校长北新国中啊，既要汤腿，就是孙爷汤腿啊，所以今天在这里啊，特别恭喜啊，这个校长 我们的会长就是连任，啊，也特别恭喜应志啊，啊，这个众望所归，啊，也跟各位报告哈，啊，今天早上抽号码哈，啊，那是能抽到第八号了哈，啊，就是一路发了哈。啊，这个拜托大家啊，多多给顺仁支持与鼓励啊！哈，我也会啊，继续的为我们的教育，继续的为我们的北中军来贡献、来努力。在这里祝福啊，我们的校运昌隆，也祝福啊，我们在场所有的队兵，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欢迎，谢谢我们南顺的毕业啊，毕业我们北新国中。他老公哦，来老来家常顾我，都不点动出来哦。好，来，应志会长哦，这很有承担，做几改，那都继续做安尼啦哈。其实担任会长都要承担很多的责任，那你徐校长哈、哦，在这边来祝福北新国中，在徐校长的带领之下，在应志。会长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的志工队大家的协助，请教我讲哦，去参加各校的志工队这个自强活动哦，或者看了北新哦，大家都满意呢。会哈、哦，真的是可以讲说是非常优秀的。那一个学校不是只有校长、老师努力就好，家长会、校友会。大家的全力支持对学校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陈月爷妈妈第一位哦，想报名位哦，我们的陈月爷哦，阿姨嘛，红红小妹哦，最终要打多一点点啊，给我们手机啊。啊，三号哦，我们的陈六连议员啊，马吉兰比心啊，好福啊，嘉惠哦，阿爸想听哦。那我们的典礼就开始了，那你再来一一的介绍贵宾哦。啊，会长大家陈六连议员，谢谢。他也是台新台中教育政党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啊，他很用心啊，我跟你讲哦。好啊，原本啊，我们的林校长马未来哦，很快的，做个团，精神接了大家。我来让台中真的打造对我们吃起来可以吗让我们最优质、最有经验的这个带领团队继续来带领哈，也许这样子对我们教育、对我们地方建设，我想会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哈。校长，三，校长，三 ，OK， 好，三，好，再一张，再一张。
这里啊，谈献花哈、哦，给我们陈会长。那会长感谢我们北新国中啊，乌有虫哈、哦、啊，那也恭喜我们的啊乌有虫哈、哦，还有乌有杰两位啊，我们的荣誉副会长哈、哦，现在荣人荣为哈两所啊高中的啊会长李嘉龙会长啊，要祝贺我们啊，哎那我们校长来了。我们前人家长会长协会啊，所有理监事啊，会长的带领啊，请上来。啊，不断的付出啊，非常感谢。啊，由我们啊前任的啊理事长啊啊李荣昌李理事长，还有我们现任的啊吴国成吴理事长所带的理监事。四的黎明啊，调向国小。要很重要哦，我们的第一位啊，就是我们的辅导会长，我们的刘正言刘辅导会长哦。他都会一个靠心去哦，一个哦，他每三个做辅导会长哦，啊，一个做他做啊，荣誉会长都好啊，啊，但是一个做哈啊，我们陈会长哦连任啊，所以讲一点来做个做哈，我们的辅导会长。那接下来我们的赵俊安副会长请准备。看起我们北屯区哦，就这里里长哦，他的候选人了哦。我们下一位请林巧慧常委主播。好，真感谢陈会长哦，连任成功，我嘛就很有情况咧，连任成功。哦，那徐校长，也感谢大家，也拜托大家，也拜托大家给我们的印制多多啊帮忙，而且给学校多多帮忙，让我们学校能够蓬勃发展，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希望。好，我是台中金融少棒队出身的许维志，我在电视电台讲棒球哈，讲财经，我也是你们同运，我在大学教财经教棒球哈，一生一世，北屯要改变，时势造英雄哈。还有北新国中很多设备建设哈，我在一言立委任内一言任内全力的争取哈，啊，先给大家一个重大奖后，对不对？还有我们游泳池哈，那个遮太阳遮雨棚啊，给你家做好的啊哈，陪我妈把是完全支援了哈，或者派些公司会接哈，我一个哈，请他讲华语啦。但是我咧讲铁皮书块生意哦，我未使啊。哎呀，你讲那冇影啦，我等下讲。还没上台的。
谢谢啊。